Hello， 大家好，我是唐木鱼，欢迎大家回到唐木鱼八字命理频道。我们今天来讲六十甲子系列的辛卯。那么今天呢，我也想做一下改变啊，把辛卯的这个相关的星系喜忌、婚姻财官以及辛卯日的名人案例，我们放在一起来讲。这样的话呢，可以加快这个速度，因为不少网友啊说这个一起讲这个它的特点，一起讲名人案例。然后又分阴阳两个，对吧？一来就搞了四级，这个进度太慢了。那么我想，那么进度要放快一点的，一种就是阴阳放一起讲，一种呢就是说，星星跟案例放一起讲。那我先试一下啊，星星跟案例放一起讲，因为毕竟上次已经把阳的这一部分啊，跟阴这个松柏木啊，阳性的松柏木讲过了是吧？那么我们想这次一起来讲，那么尽量啊加速一点。好，我们还是先看星星是吧？星星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说啊，星金大概的一个特点，因为星金啊，它是珠宝、珠玉之金，它是本身有这种尊贵的一个象在里边啊，温润而轻的啊，地心水上讲，那么比较好面子，也比较敏感。自尊心特别强啊，那么他比较喜欢追求事业，事业心很强，好胜心也很强。为什么？卯木在他的地支的话呢，是属于专气啊，一个人的这个地支啊、日支啊所带的气比较专的话，子午卯酉的话，一般来讲气比较专呢，比较容易专在某些事情上，是吧？那么这是他的啊财，那么财的话也代表着人的一些事业等等，对吧？那你去追求他自己的事业，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医院在里边。那么从纳音的角度来讲，它是自旺自木，因为卯木是木的旺地，是吧？那么这个松柏木，那么那就是属于自旺自木。但是如果从心经的角度来讲，它是坐在绝地上，所以金的啊就是力量感觉是不强的啊。那你说从纳音木的角度来讲，它的力量是强的，这个是我们有个啊区别。但因为我们这里头经常会讲到纳音，是吧？那么从纳音的喜忌来讲呢，它是作为松柏木。啊，喜欢有山有水来相配啊，松柏木就是这个特点，因为黄山上一棵松是吧？那就喜欢有山，这个好像那个阳的阴都差不多类似。那么知道山，我们知道要有丑这个字在里面，一般呢寅丑都是可以为艮卦是吧？但是丑更多的以山来看啊，水的话当然是指纳阴水啊，都可以的。那忌火忌风啊，尤其是。炉中火再遇到辰巳啊，我们说叫带风的是吧？这么一来的话呢，是更怕，因为火去这个等于是焚烧了，因为它是在冬天可以展现自己的力量，展现自己的风貌的，所以冰雪来压它，它不怕。你火一来的话呢，就因为太松柏木也不要去开花什么之类的，所以一般说木喜欢火来呢，因为木头开花了嘛，松柏木呢不太一样。那么剑那个金的话呢，是喜欢剑锋金，尤其是在挂到一个。壁上土啊，那就等于是就是有这个剑鞘的感觉啊，那么一把宝剑插在剑鞘里，挂在这个啊壁上土上的话呢，就觉得这个啊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也喜欢成为栋梁木啊，栋梁木的话，你有比如屋上土啊、平地木啊这些组合，它能够成为栋梁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就简短的先过一下它的啊星星和喜忌。那当然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也类似，像男命的话啊，如果说因为他自己做的是偏财嘛，是吧？那如果说他的四柱八字中命局啊，老婆是代表正财啊，有正财代表的话，那么他自己婚姻宫做了个偏财的话呢，就我们说有另外一种相啊，就是对老婆的这种亲近还没有对啊。秘书啊，或者说情人啊、女朋友啊这种其他的女性来的这个好像紧是吧，关系来的更亲密的话，它是一个偏财。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你说本身就是没有其他啊正财来跟他代表他老婆的，全局就是以偏财作为他老婆的话，那的夫妻宫就做了他卯木，那也算是比较专情的啊。这个两看，但一般制作偏财的啊，如果又有正财代表他的啊老婆的话，那就好像他跟情人关系或者跟其他的女性的关系啊，就比较好一点。但从他老婆角度来讲的话呢，婚姻宫是这个卯木是吧？那他正财是应该是甲木，甲木在卯木是地旺位，老婆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比较强势一点，或者说有能力啊，或者说就是反正是不太赖的啊感觉是吧？因为而且呢比较正直，他是的正位基本上。
那么从女命的角度来讲，女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她丙火是她的复星，是吧？丙火在卯木的话呢，这个卯木当然可以生住丙火，对夫妻宫对她的老公来讲是有帮助，对吧？那也就代表妻子对老公也是有付出的啊。但是呢，对这个丙火角度来讲呢，这个卯木呢对她一个是有帮助，另外一个呢，她也是卯木的这个叫木女之地，也叫败地，是吧？所以的话呢，这个也感觉对她找老公来讲呢，也不是好像那么的有这方面的一个好的象在里边啊，这是大概的一个感觉啊，这是我们当然具体还是要具体八字来去看。所以那个她包括我们讲她见到何来正官的时候啊，不同的这个叫纳音也好，不同的这个她的弟子的关系也好，这里头大概我们讲讲，因为我们想把两集变成一集来讲的话呢，这里头就不能太详细。天干都是相合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地支就要看关系，比如像第一个辛卯见丙子，子卯相刑的关系，那天和地刑，这个就关系不是太好啊。表面上看起来哎比较相合，还不错，对吧？但地支实际上是来刑你的啊，一刑那就会有这么一个刑的问题在啊，这就不是太好了啊，有这种方面相。但是你说丙子，从那一角度来讲，丙子是见下水，哎，辛卯送白木，送白木见下水肯定是好的相，对吧？所以它一定有好的相在里边啊。所以它到底说关系之间产生不好，那产生什么地方呢？可能是人际关系呀，可能是别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要注意它大概是这几个情况。那么比如说感情方面会不会有问题，感情方面子水可能也是他的所谓这个叫桃花星，是吧？那桃花星来行你的婚姻宫，那么就也很显然，如果你结婚了遇到这个流年，是吧？那是不是尤其作为女命来讲，天干透的是丙火，是他的父亲的，是吧？或者代表男人的，那这个男人做了一个桃花，那行了，你这个夫妻宫，那你都已经结婚了，那么可能这个相就不一定特别好，是吧？对婚姻上来，反正就是说我们是以这个例子来，还是来讲他们之间的一个见到以后到底是喜是忌，在哪些方面感情上和事业上可能就不一样，对吧？这是我们经常来讲的这个问题。那你说辛卯见到丙寅，你说天干相合，地支也是都是木啊，有点相会的意思啊。其实我们没有半三会的这种说法，但是阴阳也是相配的。阴木和阳木也是相配的，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对感情婚姻，尤其是没有结婚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很有可能就是结婚了，是吧？很有可能就是结婚，而且正官正财，很光明正大的感觉，是不是？那我就公布于众啊，在我们的恋情公布于众等等，都非常有可能啊。这就是我们说大概的去看到这些相啊，这样去来去看。所以那我们这里头也不仔细去细讲啊，这总体来讲，比如说像辛卯见到丙戌，天干地支双合双料合，一般论吉。对吧？那天干丙辛合水，地支卯戌合火，那么天克地也是尊卑有序，都还是就是说利于事业等等啊。这就是说我们大概来碰到无论是碰到岁运也好，还是说你在四柱之间也好，大概论说我见到这个东西它也是好还是不好啊。这个当然是泛泛而论啊，我们这个当然以前就一集呢就会讲的细一点，现在我们半集啊，我们就是稍微讲的普通一点啊。就是泛泛而谈，那我们主要还是来讲辛卯日的名人案例，因为放在一起有这个好处，就是大概对辛卯有个认识以后，我们直接就把一个名人案例拿出来讲。那么名人案例我们选择的就是叫陈炯明，陈炯明说实话，这个是以前我们历史书上学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军阀，而且是因为反对孙中山北伐的，所以因为孙中山后来还是成了民国大总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他好像成了一个反面人物，是吧？但是本身这个人还是非常有能力啊，这是前这张照片也还挺帅，是吧？有能力，而且呢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敬佩的啊，个人还是蛮敬佩的，因为他主张是跟孙中山不太同，那这属于政治观念不同啊。当然政治观念不同有的时候就也非常要命了，是吧？但是在现在很多社会的话呢，政治观念不同其实互相还是可以尊重的。他是一个属于想要准备搞联省自治的啊，他想把广东这边作为一个自治区，是吧？那联省自治，那中国你不要打来打去了啊。那么孙中山是想还是用武力推翻啊当时的北洋政府啊，是要等于是暴力革命的。他是想联省自治，我们把自己搞好，然后影响到整个全中国，那么像美国一样，他是想进行最后搞一个联邦。那么他在广东实际上做的事情呢，
还是做得不错的，他是一个民主的实践家，应该是说，是吧？在广东也搞了一些所谓的分权啊，对吧？然后而且对女性也比较尊重，他对女权也比较等于是啊尊重，然后教育方面也比较重视啊，甚至把什么陈独秀都请过去做了这个啊专门搞教育啊，你看共产党的嘛，是吧？他也比较容得下。嗯，而且也有很多共产党人去了啊，然后他在等于是广东这边自己搞的这些啊主政期间的话呢，口碑也非常不错啊，这人还是比较好的。孙中山其他的啊都可以说他不好，但是有一点孙中山也亲自表扬他，是吧？说他不近女色，是吧？然后也比较啊勤奋刻苦，对吧？艰苦朴素啊，不去享福什么之类的，就反正说孙中山之前我都不如他，就在他个人人品还是比较有褒奖的啊。这还是我们就是说啊、也要说些公道话啊，陈炯明毕竟这个在历史书上我们来看到他是一个军阀的一个形象，他确实也是一个军阀，但是这个军阀是具有啊一定的，就是那个时代其实观念也是比较属于开放的啊，有些许很多西方的一些东西，他是属于具有民主啊宪政思想的这么一个啊新军阀吧，应该这么去讲。那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八字啊，看看他的八字，他是辛卯日柱啊，这个我们知道肯定是辛卯日柱。那么他生在丑月，透出癸水啊，丑月我们知道是杂七月，杂七月呢是以透出什么东西来论的啊，透出的是食神，那我们就是以杂气食神来论这个格局可以的。但是有些人说杂气食神格之类的还是比较弱，是吧？但反正按照我的角度来看，我是还是论杂气食神格。那么食神自煞，这是天干上有个七煞透出，那么食神自煞是非常明显的，也符合啊这个人是武职，对吧？军阀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是食神自煞嘛啊。那么食神自煞，那这个人当然比较自律，因为透出官杀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主自律的啊，他本人也比较自律。那么我们也说辛金如果生在冬天，本身就比较冷，金寒水冷，也需要火来暖局啊，这个就从调和理念角度来讲的话，火也是喜欢的。从食神格局的角度来讲啊，也是喜欢七煞作为他的，等于是就像我们说食神如果作为一个警察的话啊，七煞就是啊犯罪分子，你在警察局门口犯罪啊，正好被警察逮住，不就是给警察啊创造业绩的嘛，是吧？所以这也就反而成了他的啊相神了啊，作为叫相神。那么这个是喜，当然呢，食神自煞本身我们来看，七煞自己坐下是个丑土，七煞是不是很强的？但是呢，他得到了时尚啊这个时令的支持啊，时令是四火，是七煞的帝王位。所以七煞就不弱了啊。我们一般来讲看，我们格局里头来看的话，弱不弱就是看你这个七煞自己有没有得到月令的这个资助，没有得到，那有没有得到自己坐下的资助，没有得到，哎，但是你得到了四柱，主要是看这三点啊，天地人啊，我们讲天地人是吧？啊，得天时地利人和啊，那么你只要得到一样，就还是算不错，不弱啊。那么就像我们看食神，食神的话呢，得到了实际上呢月令，毕竟还是北方运啊，北方呢还是就是我们说丑土啊是有点护水的啊，我们上次讲四木库的时候，它是金库啊，没有错，金库因为等于是也可以用来生水啊，或者说它本身就有癸水的根，所以癸水也不算弱啊，也不算弱，但是相比这个来讲的话还是弱了一点点啊，相比这个叫什么丁火来讲还是弱了一点点。那么从辛金的角度来讲，你说总体来讲呢，辛金来讲啊，他生在丑月，好像哎有这个月令的丑土来资助，是吧？哎，好像也不算太弱。但是我们从格局法的角度来讲，格局的话，首先看辛卯这一组，辛金是自己自作爵位，辛金是很弱的啊。对，我们不是纳音法来看，纳音法来看辛卯这一组叫纳音木，木是比较强旺的啊，又啊这个丁丑见下水两个丑，我们说又是山喜山喜水来配的，对吧？这格局还是不错，这是从纳音的角度来去看。但是我们说从正五星角度来去看，辛金是做绝的，而且日柱这一柱的话，辛金做绝的就是格局深弱，这个我们讲过，格局深强深弱的话，我们不是来总体来论我得月令的啊，对，得月令就不算弱了，是吧？哎，但是我们说从格局角度来讲，格局的话它是格局作为食神不算弱啊，格局来讲食神自煞七煞也不算弱，但是格局，因为格局来讲除了日主之外其他都是外部的环境嘛，但是自己格局就是身弱，格局身弱，食神耗身啊，七煞又是来压身，对吧？当然那如果身强的话就是更好啊。那么我们来看他走的运啊，他走的运的话，当然你看从北方他逆行的嘛，从北方走到西方，
所以呢是走到声望的运上去的啊。但是一开始走的是北方水啊，其实北方水他不喜欢，因为本身就是冷嘛，所以小时候他其实应该来讲我们看不是太喜欢。但是我从维基百科来看的话呢，直接就到了戊戌年，戊戌年1898年，你看他是1878年就20岁了是吧，这就已经，但是我相信小时候应该是比较悲惨一点，因为这个都比较阴冷嘛是吧，啊，因为毕竟到了辛亥对吧，这个之前的话呢是属于壬子，你看壬子的话就是第一步大运的话呢全是水，这个是不是太有利啊，这个感觉不是太有利。也就是应该童年不算什么，他不算什么很富贵的家庭嘛，看起来是吧，就是感觉童年走的是壬子运嘛，那我感觉还是比较寒冷的。那么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他这个卯木偏财也其实在这里头力量是比较弱的，可能就是对父亲也不太有利。那么但是这里头也没有其他正财，我们刚才讲到说婚姻的话，那他婚姻可能还算只有一个卯木，这就是他代表他妻子的话就在婚姻宫，那可能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啊，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这个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花兴趣，对不对？没有其他地方的，包括地支，包括天干，他都没有其他的财啊。但是对父亲来讲的话呢，这个两个金库对吧，也是克制财的，不算太有利啊，不算太有利。那么可能所以父亲无论事业或者是各方面可能不太好，我感觉这个小时候可能比较，因为我没有太读过他的整个的传记啊，只是从这个八字来看大概这个情况。那么到了辛亥运的戊戌年啊，戊戌年的话算是他的正印吧，啊，算是他的正印透干是吧，那么把癸水等于是合住啊，那么他中了秀才啊，那正印来当然也是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他本身格局身弱嘛，格局身弱如果我们走身强的运的话，助身运的话它还是不错的对吧，因为本身你看满盘都是泄耗为主多一点啊，当然好多人说，哎，那丑土算不算丑土，我们还说一般是以库来论的话呢，这个当然对它是有帮助啊，当然对它有帮助，但是那个就从格局角度来讲如果助身更好一些，因为格局身弱。好，那么辛亥运本身是辛金透干还是不错的啊，本身辛金透干也算是在这个代表他自己或者是比肩来好像帮助他，但是亥运的话呢本身也还是属于比较阴冷啊，比较阴冷。当然这一年的话呢就是可以自助，因为戊土透干对吧，那戊戌这一年整个是正印，而且卯戌一合把这个正印合过来，对自己来讲啊能得到这个正印，所以他中了秀才啊。那么后面就走到庚戌运啊，庚戌运呢当然庚金也是来帮身的，戌也是来助这个辛金的是吧，这其实也算是帮身运还可以，而且丑戌相刑呢，我们说土一行动一冲动都是土的力量比较强，那么都是像应受的这个感觉大一些是吧，所以呢这段印的期间的话他开始就是说事业上逐渐开始起来了，因为他先是有个学业啊，像丙午这么是火调后来的比较力量比较大，那么入广东政法学堂，然后呢像戊申年也是应受和这个声望的时候是吧，那么毕业会像创办了什么地方自洽会啊，己酉年那么加入了同盟会啊，那么还加入了什么的，这些都还不错是吧，庚戌年啊你看都还参加了辛金起义军啊等等啊，但是这个失败了啊，他是失败的，这一年是失败，那么后来参加了暗杀团组织啊，暗杀团组织。那么后来呢就到了己酉运啊，己酉运我们总体来看的话他一路还是在上升，因为酉金的话也是他的这个啊禄位是吧，得到他的禄，而且巳酉丑是地支三合局，那这个帮身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啊，巳酉丑本身是也拱局了，但是拱局其实比较难拱，因为它中间隔了一个卯木嘛，卯酉本来就是相冲的是吧，但是你这步运来了以后那肯定是能够三合局是能够完全能够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步运那个对他事业来讲是突飞猛进是吧，他开始从黄花岗起义还只是第四队队长啊，后来一路在这个往上走，一直走到这个军阀，等于是打败归墟军阀，成为总司令啊。这一年是庚申年，庚申年当然也是，所以都是比较旺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啊，金助身的时候或者是调和的时候都还不错啊。当然，但是癸水透干，你感觉不是太好啊。癸水透干这个失败啊，逃亡了什么香港、新加坡，就是你水透干本身来讲，天干已经又透两个水了。不是太好，经常水冷嘛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到了戊申运，戊申运的话，申金也是他的这个啊帝王之位，也还是对他事业来讲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而且戊土也是他的正印嘛。所以你看那辛酉年是吧，那么到了什么陆军部总长、内务总长，壬戌年啊壬水透干可能不是太好，看一下啊壬水透干啊陈炯明被罢黜啊出现这些问题。后来的话呢申仲尚也开始讨伐陈炯明啊，那么反正就不算好了。癸亥你看癸亥这水都是全部透出来的，这个就被击退了退守啊，这个就不是太好是吧。那么乙丑，乙丑的话也不算好啊，乙丑也不算好，丑因为我们讲还是护水的是吧，然后这个一来也是阴冷比较寒冷，那么两次动政彻底打垮了陈炯明部啊，彻底打垮了陈炯明部，但他后来被推举为自公党总理啊，他是后来是自公党的总理，那么也还算那样，毕竟丑土也还算是就是说也有部分的好处在，不完全都是坏的。那么后来到丁未运癸酉年啊去世了啊，癸酉年去世，当然癸酉年的话一个是癸水透干，第二个这个叫啊也算是冲了自己的日柱是吧，哎、啊、也算冲了自己的日柱，那么这一年就等于是不能说事业上的事情啊，事业上的话实际上酉金来了我们也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从他的这个叫健康角度来讲，从其他的角度来讲那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石油冲卯木嘛，卯木是他的自己的日支啊是吧，被这个白虎，我们说如果上次按照这个神煞角度来讲，石油丑这个是合局合出来跟卯木对冲的，这个就是白虎煞嘛是吧，这也算是比较这个方面的一个不利的信息。好，那么这个等于是说陈炯明的大概的一生啊我们讲完了啊，那么就大概我们看到这个八字的这个情况也可以能知道大概的一些他的包括他的心性是吧，因为松柏木有他的坚韧性啊，这个陈炯明还是比较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应该是对吧，然后的话呢食神自煞啊更也符合他的军阀，然后呢只有一个偏财啊，可能就是这个他也不拘女色，因为申仲尚说他不拘女色之类的，这个就是还是跟老婆关系比较好啊，因为这个天干地支就在一块儿是吧，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来阻挠，这个大概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格局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偏冷，我们喜欢火喜欢生强啊，就大概印证了一下他的这个岁寅流年。那么我们等于说都讲的比较相对比较快，因为还是想压缩在一集里头啊全部讲完，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种形式更好一些啊，我觉得还可以的话呢，那我们后面呢也可以就尽量就是不要拆开来讲了啊，就是一下子就把一柱跟他的名人案例一起来讲快一点。好，那么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